得好酷啊，可以在里面睡觉。好多好吃的呀，买点什么呢？这超大一袋子，好撑呐、啊！大概五分钟就熟了。竟然还管早饭，这是什么？小笼包，风景。Thank you.
而胜之。福桥也好好看啊。这个不是那个故宫冰激凌吗？叫徐进欢，然后背面还有小熊猫潘达，好吃，挺好吃的。哇，这个小亭子的房顶好漂亮啊！在故宫喝一杯咖啡，冰棍棍上面写着“天地阔且长远”，扫码大吉。咱们国内扫码都已经卷成这样了吗？这个是我从小的最爱，麦辣鸡翅。中国的和外国的味道不一样。我们逛完故宫效果很不错。